七岁的。炎炎夏日，一杯一杯醇香浓郁的绿板冰咖啡，甜甜的六点五碎冰块，再淋上醇浓咖啡，甚至让人清爽凉快。买那个我才中一年价值，就是很差嘛，中好了就差比较凉，还有中二是我们可以一块钱，这块钱话顺顺的。除了冰咖啡，鸡鸡还把自家门前种的百香果做成百香果冰饮，酸甜的冰凉感成了店内的招牌点心之一。老公，你这样对着我。